有啲嘢做啊，咁有啲外景要拍，咁啊拍完外景之後啊，咁啊都要同啲朋友啊或者有份拍外景嘅人咧，咁一齊食下飯啊，飲下嘢，咁啊所以就遲咗少少，咁啊甚至啊啱啱阿仙奴啊作客對曼聯賽事都踢完啦，咁啊阿仙奴啊咁啊作客咁啊就贏呢個零。拍攝結束之後四個月不能夠發布任何嘅公告啊，佢就話啦，我依家都為 AV 嘅女優爭取合理。